逍遥无得功。啊，其实我真疑惑，为什么前辈一直提起逍遥无得功？这与神都究竟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与神都有关系，你不是讲这宝功法是司马亮翻传授于你，哪里可以记得开阳武曲的名号？当然记得啊，学如秘馆的名号虽无记得，欲天无敌，司马翻魂嘛。诶，司马就是这样，逍遥无敌功一定是司马氏传承的功法。哈，敢讲开阳武曲卖响一部分吧？司马苏格两家进入仙都之后，各立依旧，苏格氏也不断研究对抗司马氏的方法，逍遥无敌功也在其中。这四百年间，逍遥无敌功也因果被拆分，两家各得一半，甚至衍生出不同的功体。哈，那照前辈所说，我心欢的教外的，不就是完整的逍遥无敌功？毕竟是本家所传，咱想未到已经选择传授于你。第一开阳武曲，就是目前司马家所传下的部分，自行修炼成幻魂神功，以其他七龙强修其他武学后，又自创开阳神功。莫怪前辈讲伊是七龙当中武力最高者，伊伫创招嘛伤变态咯。重点是摆对念在识的时，应该有顾及所有七龙的状况。毕竟要信任他人无啥容易，开阳武曲的部分应该就信服遐钢铁人，未必英雄。但伊的钢铁拢是改自逍遥无敌功，所以我嘛受惠咯。那真袂六合嘛是这样吗？前辈对两家的斗争这么了解，敢讲啊？请恕我失礼，碧雕真正是前辈的本名吗？啊！齐贤这功力聪明，起码有点鸟气啊，能五个胖喽。应对空摆到一点咪，可不及逍遥无敌功。敢讲你别讲心里很小，以及两家有关，是个旧修不贪梅情家也是嘛？有呢，心里嘛是袂惊，啊，迄、那个出家人嘛帮咱对抗摆到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伊手上的物件，仙都连接夺主王骨，伊所持有下。正是佛国王骨紫金钵。